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秒懂摄影。今天向大家介绍摄影师的必备良具——楔形夹。楔形夹是摄影师用来固定摄影器材的一种常见夹具，因其外形酷似螃蟹的夹子，得名楔形夹。楔形夹的一侧或多侧提供常见的摄影器材的接口，通过接口与其他器材相连进行工作。因其体积小、用处多，是摄影师出门干活的首选良器。专业的摄影师包包里一般都会放两个。没带监视器支架，夹上；需要灯光照明，夹上；这个地方要补个机位，夹上。只要楔形夹能夹住的地方，它都可以成为一个支架，同时又没有脚架占地方，也没有那么重，使用起来十分方便。很简单，承重范围、开口大小、接口数量，承重决定了楔形夹能支撑多重的设备，前嘴开口的口径决定了能不能夹上。接口的数量决定了与之连接器材的要求，也就是兼容性或通用性。这三项数值越大，楔形夹越好用。好了，关于楔形夹就先聊到这里。学摄影，认器材，就看秒懂摄影。我们下期见。